这里有个小锅，四月的用品，然后洗漱这里的水没有断掉，幸好没断掉。哎，乖。其实是没有的，所以有时候我是能看到太阳起，看到太阳落。有时候眼睛一睁是十二点，有时候眼睛一睁是凌晨三点钟，就非常乱。直接跳进沙发上来，所以我还挨着屎睡觉的。